人狠话不多，想吃什么跟我说。大家好，我是胖猴子。今天啊，天气非常棒，非常凉快。而且呢，今天来几位叔叔和阿姨，为我这个地方捧场了。大家之前也都见过，我都是我爸的一帮好的朋友，我的叔叔阿姨。所以说今天啊，他们特意想吃大锅菜，咱们必须得满足。我买了点五花肉，咱把五花肉啊先改一下刀，切成小小的大块。咱把切好的五花肉啊直接装盆，咱们准备去炒。着了，辛苦辛苦啊。我特别向往这种小院，又见炊烟声，哎呀，非常有意境。啊，起锅烧油，起锅烧油。咱们下入冰糖，炒糖了。你这回不用提裤子了哈。加入葱姜，再来点醋，好了，咱们加入蘑菇，然后把泡蘑菇的汤啊放里边，拿滤网滤一下，加入生命的源泉。咱们把豆腐啊加上，加入鸡精、蚝油，再加入味极鲜，盖上锅盖。等开锅以后啊，咱们炖上40分钟。这会儿功夫呢，咱们去准备一点配菜。咱们今天做冬瓜的，所以说咱们弄点冬瓜。切大点！哇塞，老铁们，咱们已经炖了40分钟了，现在把冬瓜放里边。好嘞，炖一会儿，一会儿咱们再放盐，放粉条。Hello， 小美女。我们又见面了，你好，握握手来。你好，你好，对，握握手。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他种这么多菜啊，这样不行。哎呀，挺好。起的，哎，多大了？10个半月。那就是要迈步了。嗯。哇塞！咱们把粉条下里，然后尽量不要动，不要让它让粉条到下边去，然后再盖上盖，焖上10来分钟就可以了。你家门口你不喝？我哪不想喝？你们哪也不想喝？你不喝啤酒啊？你们喝你们的，我一会儿主攻大锅菜，我也不喝酒啊。你可以喝口啤酒。就我不喝，你不喝那看孩子，我给他们喝点。
来，没事，我这一包给你一包就行了。好嘞。哇，没治了。哇，同学们，看打肉，入口即化。爸爸做的菜好吃吗？好吃啊！啊，谁的手艺啊？你也吃啊，姑娘。那个一会儿我妈给你弄块冬瓜吃，好不好？吃冬瓜啊！我这有很多的冬瓜，你吃吧。你吃吧，我一会儿给你妹妹弄啊。一会儿啊，一会儿。你爸爸吃啊，你爸爸看着。我走。你拿那个龙。不过分吧？这个大蘑菇怎么那么大？我没嚼。你们吃饭还？我吃。爸，一会儿给你盛点来，行不行？我也没吃饱，我也没吃过瘾。人老胖哥，想吃什么跟我说。大家好，我是胖娥子。网友们，前一段时间咱们去深圳吃的大碗牛肉，哎呀，我现在一直还在回想。然后呢，我妈今天中午今天出院，然后呢，我爸的几个战友过来探望一下，所以说呢，咱们做的大碗牛肉今天招待一下。废话不多说，咱们先把牛肉改下刀。切成厚片，剪成小小的大块，咱们给牛肉净化一下，把这个净食机放到牛肉当中，然后这边调成肉类。哎，好了。
螺旋纹已经净化完了，出了好多脏东西，然后咱们现在就把它洗一下。把牛肉倒入到高压锅当中，加水，加入去腥三剑客，葱、姜、料酒不能少。然后再加入两个卤肉包，盐、生抽、一般它不会入味，所以说咱煎一盖再炖上它半个小时。哇！咱们尝尝。老铁们，非常非常不错啊！哎，过瘾！哇，老铁们，肉呢已经很软了，但是呢，咱们再炖一会儿。让它更加入味一点，我尝了尝这汤跟这个肉，这汤非常非常鲜，肉也很软，但是没有什么滋味。咱们再炖上它半个小时，再小火。老铁们，咱们先尝一碗，因为要喝酒嘛，所以说咱们先尝一碗，先让他们当下酒菜，一会儿呢。喝完了酒，咱们再一人一碗，就是大饼，再吃。走，咱们先上菜。好，你跑都招走了。来。谁？这儿一杯吧。啊？一杯。我的天，这不倒味啊！不，他不喝酒就完了吗？干什么呢？啊，你好。热的行了吗？这是。来，喝好。喝好，喝不好。吃饱。吃饱，吃饱，喝汤有的是。好。
小赵多喝点。来了啊，来了吧，来了。这行哈。我去给咱们盛饭。好。哇。咱往卤肉包挑着点。来，我给他们盛来。我有这盘。这盛。这盛。对。这盛啊，这盛这个。想吃几块，吃几块啊。多盛牛肉。你吃了几块？这要比那个。不错啊，大碗牛肉面那个。那牛肉要多得多，实质多。我这想吃。啊。我这有，那行，来，成，给你成，那我自个儿盛这叫啊，自己没看成，那放了香菜了呗，放了，葱花放，香菜放上，这家好美味，美味，太美味了，牛肉汤又是吧？小庄，你赶紧再倒点酒，姐，还少了本，航哥，你看还有多少？这个，拿着，还有。我这还是拿一个，你这有碗，你拿一个干嘛？主要是阴水不行。那绝对是，这碗大了，他这。哎呀，来，喝汤去，来，吃。就跟这衡水湖一样，有180斤鱼，你放水缸里不行，那放河口它不咸。咱别一口啊，行吧？两口。吃肉喝酒。哎，明天要回去。人说让他爹说。我带上，我要回去。带上。人说不让他爹说呀，我打电话，我不回去，我打电话。你要回去，明天就泡汤，就这意思吧？没事，老师我可以送你们去，下午回来可以接你们去。韩哥，我有事。就说你们现在定了没有？在哪去调去？给你看，没有本儿。包子饼。我感觉明天。带上老杜那儿啊，才50块钱，好真得，可能就有点亏。哎呦，不是有点亏，太就是太亏了。真的，我说挣到人一次时间短呗，挣掉都不行，你别说什么了。时间短没事，咱去了咱钓一天，老杜也不会撵咱们。但没你不是钓时间长也没什么，对吧？没鱼了，他这个鱼不多嘛。哦。意义不大。没事，你把这酱油一调。你吃两口。哎呀，那碗里边还有。实在太香了，汤也非常鲜。肉也非常软，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牛肉啊稍微有点瘦，如果再肥一点就更好了。好了，教授们，今天视频就到这儿，喜欢我的小伙伴记得转发评论关注哦，再见，拜拜 goodbye。人狠话不多，想吃什么跟我说。大家好，我是胖猴子。今天我们买了点驴大骨，回老家，咱们做一个驴大骨吃。
老家呢正好是木火铁锅，咱们看看这个木火铁锅炖的这个驴大骨到底比不比平常咱们做的好吃。废话不多说，搞起。有的是那样的皮的，不是。把肉啊冷水下锅，加入去腥三剑客，葱姜尿酒盖盖，咱们再清洗一下。今天咱们换个美女大厨，让我嫂子给你做。我嫂子正在预备，等一下她给咱炒啊。起锅，烧油。我配音啊，我配音。看了吧，都差不多，都是这些草草果果、叶叶什么的，是吧？都搞里头炒一下子，炒出香味。料酒、醋、老抽、白糖，十三香、傻骨头，咱们一次性把水加足，然后炖上呢一个半小时，一个小时的时候再放盐，偷偷的加上两个料包，超市里有的卖哦。加盐，出锅喽！哇塞，看着就有食欲。是手撕的，是手撕的。来来来来来，这小手。咱俩不给点儿？因为太舍不得了，好看。我说吧，正好，再倒就真脱了骨了。你看，真正一个半小时，可以。我这回能牛肉可是，好有啊，好有。牛肉也得照一个多钟头炒的。我是搞锅炖的。哦，那好的。哎，要40分钟。嗯，40分钟。你错误了。
味儿不知道是驴肉，只要一点怪味儿没有。啃吧，也啃吧。刚才你们得就是正经吃东西啊。他这个吃了也，这是骨髓。嗯，真是的。菜味不赖，不吃。哦哦，都对。嗯。他不吃。我跟你说，妞妞，说妞妞吃。妞妞吃肉，他们都。牛牛，有味道。你吃吃这个白的，好吃。这白的好吃。是不是牛牛平时都不吃肉的？嗯嗯，好吃吧，牛牛？嗯，好吃。这大块肉。哥。说这一包，把你来吃锅头菜。你坐这儿，我坐这玩意儿。大姑呀，你喝去了。过去了。你看，放在这儿，奶奶。妈妈。哎，哥们儿，这边正好，哎，下下那小。咱俩正好。嗯，最近吃了。啊。妈妈，红色的水。嗯。红的。我看看，现在山头，我看还有吗？没了，留了。嗯。好了。咸蛋什么？多了两块，给他点两块。刚吃完了，那吃呗。吃，好吃啊。好。姜这个好吃，那个姜好吃。哎，好吃。给他找块是什么？姜不咋。姜好吃还是这个好吃呢？宝。还行啊，加底儿了。行，他是真多，两种。吃这个东西就好吃。哎，不赖。又玩儿。对。不着急。不要着急。都有啊。阿七。哇！还真甜，这皮肉又烧又甜。这是怎么找人找的？这个皮太厚。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儿了，这是我们一大家子。是。好了，喜欢我的小伙伴记得转发、评论、关注哦，再见。再见。